我是青蛙哥哥，呱呱。我是小蜜蜂姐姐，我是虫虫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萤火虫姐姐。每天早上七点钟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哦。记得每天下午五点半，和青蛙哥哥一起做手工。记得收看我们飞行家族的故事哦。如果你想飞行家族飞到你的身边的话，记得给我们锁信哦。每天晚上九点钟，记得听好听的睡前故事哦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跟我们一起进入美丽的音乐世界吧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一起来感受音乐的无限魅力吧！我们是飞行家族。直到到底。